老师，您猜一下，她是姑娘还是小伙啊？随便。那你听她自我介绍一下，好不好？这事儿看人家的，随便。好。各位领导及现场的来宾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2007年中国十大网络红人，也是中国第一反转女主播孔雀哥哥。很高兴今天晚上可以来到这个人人网的发布会。那今天晚上呢，真的是非常的激动，所以激动都有点站不住了。哎，您是反串女主播是吗？那口条怎么都错了呢？刚刚是哪个网站？我跟薇娅其实是主持，我跟她其实是同事，但是因为我的普通话说的没有她好，所以她今天晚上可以站在这那么盛大的一个活动做主持，我只能做嘉宾，压力好大。但是今天晚上呢，还是希望我们这个人人为的网站呢，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功。谢谢。啊，幸会幸会，少见少见。